我们代表上海的未来，你们代表上海的，好的过来，我们代表上海的未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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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先进的做啥？我们为上海做出来，做出来最大的贡献。 我们那是真正的上海人，把口罩拿下来，我们是真正的上海人，来，拿下来，我们是上海人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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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上海人，你们不能代表上海人，你们不能代表上海人，你更不能代表上海人，你代表什么？代表你全家，代表什么？我不是上海，不是湖南人。 是吧？上海不是东莞，不是湖北，不是福建，告诉你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们，你们代表，您上海市民，离文化的信息一点点小，一小撮的。